点点，就前天妈妈给你洗澡没？洗了哈。那第一步妈妈用啥给你洗的？啊，小花洒。第二步呢？啊，洗毛香波。第三步呢？吸水毛巾擦干干。第四步呢？啊，吹风拉毛巾，边吹风边拉毛。第五步呢？推着推一推，哎呀，我宝真聪明。那第六步呢？啊，剪子剪一剪，我宝真聪明。一会儿咱们教老铁怎么用推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大声说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讲了一下右杆，我用的是0.6毫米的卡尺。脖子下方顺毛往下推。好用，就是这么不卡毛。腿部也是顺毛向下推，记住不要推到底啊。喉结部位也是顺毛向下推，包括肩膀两侧。取下卡尺，用镰刀头剃釜底毛，也是顺毛向下推。天冷，不要给宝宝剃得太光哦。镰刀头剃尾根，用最短的刀头剃脚底毛。橱窗里的这套剪子很好用哦，记住了，剪头部一定要慢慢的剪，少剪，不要一下剪多哦。最后牙剪精修，会更圆更好看。耳朵部位慢慢的修，绞成扇子形更好看哦。腿部要包圆，修成小圆柱更好看。视频就到这里，不懂的家人们可以直播间来问我。